仲有啲乜嘢亲先人啊？报梦咧，要你帮手咧，你会唔会觉得好？吓、啊，佢又嚟啦咁样。通常系啲佢有冇要求你帮佢做一啲嘢噶？其实要求我做嘢又少啊，除咗我妈咪叫我烧个心机俾佢，通常我自己嘅感觉咧就系佢嚟话俾我哋啲后人听，佢而家好平安啦，好开心啦，喺下边生活得好好啦，咁咯，系啦，即系叫我哋啲后人放心啦，系啦，报平安，系咯，都几好啊，系啊，又唔使再去搵文米，通常啲人咧放不低之后就系搵文米。跟住就揾咗你呢个半个文米婆帮佢哋解话，系啦。咁仲有啲乜嘢个案你可以自己讲下啦？不如我讲下我喺算命嗰度嘅一啲经历啦。好啊，系啦，因为譬如我哋有时一开个命盘出嚟都。知道佢都是靈異體質的，咁因為我自己都中意聽鬼故嘅，我一定會問，同埋我會記住嘅。咁大家成日咧，咪有時聽到話啊，住鬼屋越住越衰啊，間屋有鬼唔好啊。咁我就有個客人咧，佢就啱相反嘅，咁佢就租咗一個鰂魚涌嘅大型屋苑啦。咁其實佢一租嗰陣時咧，佢已经知道有嘢噶啦，但系都冇办法啦。你知道香港土地供应问题，一租即系入咗去住先发现。唔系，其实佢租之前即系睇已经知噶啦。吓，系啊，都住照住，都照住咁冇办法啦，平啊嘛啲租。咁佢就同佢家姐啦，阿爸阿妈一家四口住啦。咁佢咧就。发梦咧就见到一个男仔，那个男仔咧就块面好灰嘅，佢形容好似 Beatles 嗰啲咧，嗰、那个头发咁样，即系成个盖咁样。系啦，嘅男仔咧就望住佢，咁佢就 feel 到个男仔系中意佢嘅，咁嗰个女仔咧就系、是、做嗰啲化妆品嗰啲 sales 啊，佢话咧佢一搬咗入依间屋之后咧，佢个个月都爆数，因为。佢覺得係，佢覺得係嗰、那個冬菇頭灰面男仔幫佢，幫佢咁樣咧。佢個家姐就好中意打牌嘅，每一次咧，出門口之前咧，就喺度講噶咯喎。我、哦、今日唔贏翻嚟，我就揾個道士收咗你咁。哇！佢家姐係次次都贏翻嚟噶。咁跟住咧，佢哋咧好笑嘅，即係總之一有啲咩唔順咧，就走去鬧佢哋。改咗个名叫 VIP， 就走去闹嗰个 VIP。系，跟住后屘咧，佢就有一晚发梦啦，又见翻嗰个男仔，我顶唔顺啦，我顶唔顺啦，我走啦，我走啦，即系顶唔顺嗰家人啊！即系话连鬼都怕咗佢哋啊！哇，好劲喎佢哋。系啊，咁跟住佢话咧，发完呢个梦之后咧，佢第二朝同个家姐讲：啊 ，VIP 琴日同我讲咧，话佢走啊。跟住之后咧，佢同佢家姐都冇讲好运啦。喂，梗系啦，下下话揾道士收人，下下有啲咩不顺就揾人哋，连鬼都怕咗佢啦。即系就算几中意都顶唔到咯。系啊，跟住从此咁之后，佢冇再搬走咗啦。之佢嚟揾我嘅时候，已经唔系住嗰间屋噶啦。嗯，系啊，已经搬咗噶啦，系。跟住我仲有一个又系鬼怕人嘅事件咯，又系我一个客嚟嘅。嗯。咁佢就为咗储钱买楼啦，就租咗一个北角好平嘅单位，即系差唔多平市价三至四成嘅，同我讲。哇，好多喎平。系啊，但系佢知道咁平，佢都照租。咪又系土地供应问题，同埋佢要储钱买楼啊嘛。咁跟住佢搬咗入去之后啦，咁我。叫佢 Ada 先算啦，系咪？咁、Ada 搬咗入去，咁佢每一晚一瞓觉咧，佢就会听到把声喺佢耳边讲：你唔系 Ada， 你个 Mandy， 你唔系 Ada， 你个 Mandy。不断洗佢咯。系啊，应该系即系可能想搞佢啊，定系想夺舍咧？依、這个真系唔知道，即系有咁嘅可能嘅。咁跟住咧，佢有一晚咧，即系一路都冇嚟。有一晚咧，佢又掀埋眼又瞓觉啦，咁。佢咁样打平瞓咗喺度啦，
佢一掀埋眼就見到有個女仔咁樣喺佢上邊，好似驅魔人咁樣凌空飄起，同佢講：你唔係 Ada， 你係 Mandy， 你唔係 Ada， 你係 Mandy。跟住咧，我嗰個客咧就發火啦，話：我唔理噶，我唔會搬走噶，我要儲錢買樓，依度啲租咁平，我點搬出去啊？跟住佢咁鬧完之後咧，阿 Mandy 就冇出現啦。佢真系有发狂恶、啊，好劲啊！佢最后系买到楼噶，好劲！佢好犀利啊，鬼都够胆闹。系啊，所以我哋成日话咩穷鬼穷鬼穷大过鬼噶嘛。我都相信系，唔系啊，女仔佢一个人住噶，系咪呢个女仔？诶、欸，系啊。佢好犀利啊！佢一个人住，唔惊鬼不得止，仲要闹鬼、啊。系啊，但系个意志好犀利咯。佢个样嘅杀气重唔重嘅 ？OK 嘅，即系普通 OL 一个咯。好厉害啊佢，佢、有冇讲粗口啊？当其时佢冇，佢冇啊！因为你头先讲俾我听嘛，系反而我自己有一次就真系讲粗口咯。吓喺你屋企发生？系啊，我屋企发生，即系我屋企本身系冇嘢嘅，因为我自己都识噶嘛，即系我都识少风水噶嘛，咁我知道间屋冇嘢，我先至会买嘅啫。咁啦，咁但系唔知点解，啱啱前嗰几年有一段时间咧，即系几日到啦，系有一个嗰阵时我哋起咗佢个名叫做小顽皮啊，嗰、那个灵体系啊，咩我叫佢小顽皮嘅，系就嚟咗屋企，咁佢就应该就冇恶意嘅，但系就喺度搞乱档咯，即系成日整跌我啲嘢，我洗洗下块面啊，无端端上边又飞支洗头水落嚟啊，咁我有个架咧就摆我啲手袋嘅，无端端我睇下电视啊，就见到有个手袋咁飞落嚟嗰啲啦，咁我都唔理啦。跟住有一次我就用铰剪啦，咁用完之后就摆翻喺厨房嗰、那个工作台嗰度啦，跟住我一闩厨房门，劈啪咁劈落嚟，我就今次真系忍唔住啦，咪爆粗闹佢咯，即系话你有主归主，无主就归庙啦，我唔识发货噶，你嚟揾我冇用噶，我帮唔到你噶。跟住咁样闹完佢之后就走咗啦，即系冇再喺我屋企出现咯。哇，你咁犀利嘅，你唔惊佢？都话又唔系我害死佢。但好多时啲人都冇害人，但系都俾鬼搞噶嘛。但系你就冇谂过呢样嘢，因为佢要搞你都系冤亲债主啦。我觉得通常系害得到你系冤亲债主，因为你同佢无仇无怨。话但系你呢世同佢无仇无怨啫，你唔代表咗你前世或者再前多几世，你唔系害佢嗰个、啊。咁我自己觉得我呢一世行得正企得正，你都即系我自己有我自己嘅信念，你都好难搞到我嘅啫，系咯，即系最紧要，我觉得最紧要系意志够强咯，系啊，即系唔好怯咗佢先，因为其实佢哋即系我谂你都听好多，佢哋反而系惊人嘅。我听过系咯，咁、其实你只要个意志够强嘅，咁我觉得佢应该唔会搞到你啩，系咯，同即系其实不过好多师傅都即系我同翻其他师傅讲，嗰啲师傅都话我坚嘅、你都好坚啊，真系，起码你大胆先啦、因为你听得鬼故多、其实听得多已经唔系，因为我可能由细到大，我系 feel 到佢哋啊。咁其實我大部分喺我身邊嘅係冇惡意噶、即係佢純粹可能係貪玩啦、或者可能有時有啲嘢想人幫手啦，咁、但係你話佢要嚟害我嗰啲，我即係 touch wood 啊，暫時未遇到咯，遇到係咯，咁另外喺你身邊嘅朋友，即係會唔會覺得？因为你有灵异体质啦，可能有啲身边嘅朋友怀疑自己撞鬼，会唔会真系问下你？喂，你觉唔觉我有鬼啊？觉唔觉得有鬼跟住我？有冇曾经试过朋友咁样问你咧？都有噶。有冇啲个案你系觉得
是准确的呢，即咦他真的知道自己有鬼根，因为你是看不到的嘛，你只是听到和 feel 到，但是可能他找你求助的时候那隻鬼未必跟住佢噶嘛？嗱，其實咧，如果有學過上學嘅人，氣息係都會睇到少少嘅。嗯，即係譬如如果嗰排陰重啦、陰氣重啦，咁譬如依啲額頭依啲位咧，你會見到有層黑氣嘅，咁會咁樣去到 defy 咯。咁但係我都話咯，我唔係法科，就算我知道。那個朋友有嘢跟我都是介紹法科俾佢嘅啫。哦，你會轉介嘅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譬如我有個朋友，去英國，咁佢又走去探嗰啲靈探團啊，英國好興噶嘛。係啊，尤其是近 Halloween 嗰啲日子咧、啊啊，其實你主唔主張人哋去靈探？唔主張。系咯，我都唔主张。点解、啊啊、好人好仔要搞啲咁嘅嘢咧？你佢唔搞咧，你做咩要搞佢咧？冇错，系。咁佢、去灵探啦，咁灵探完之后翻香港咧，佢先生咧系啲情绪好唔稳定啊。系啊，即系你觉得嗱，灵探嗰个系女人嚟嘅，佢两公婆一齐去，两公婆一齐去，跟住翻入嚟香港之后就先生的情绪，先生个情绪唔稳定，系咁。他就嚟揾我啦，咁我嗰阵时我叫佢你 send 你先生张相嚟，系啦，近照你而家即用电话影张相 send 俾我，咁跟住同埋我帮佢起咗个卦啦，咁佢真系有嘢跟翻嚟嘅，系咯，咁跟住后屘我再嗱。所以真的不要去靈探，我後來介紹師傅給他，那個師傅跟我說這些東西呢自己靈探招回來呢我收 double 的，我都覺得因為你自己拿來的嘛，是啊是啊，即是你為什麼無緣無故那麼多人不玩再玩靈探呢？是啊是啊，那個師傅跟我說、他說你明知那裡有你還要走去搞他，嗯，這咁最後個師傅幫佢搞掂咗。最後係啊，最後個師傅幫佢搞掂咗。其實咧，如果個師傅嗰時講話，如果我喺香港搞唔掂咧，分分鐘可能最 worst 係要飛翻過去倫敦搞掂嘅。